好，一起来关心天气了。今天清晨真的还蛮冷的，像是在苗栗就出现了12.2度这样子的低温。不过白天呢，随着太阳出来之后，东北季风也减弱了，各地的温度都有回升。像是北部的高温来到21度左右，中部地区呢更温暖了，来到24度，南部地区还有机会来到27度，东部呢也大约是在20到24度左右。不过提醒大家，入夜之后呢，又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了，到时候除了温度会往下掉之外，也会有降雨。我们从雨区预报图可以来看到啊，其实今天来讲呢，上半天呢都还是出现在这样子，东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短暂降雨，而这雨势呢会从今天晚上一路下到明天。您可以看到，包含整个东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啊，因此提醒大家呢，如果早出晚归的话呢，要记得携带雨具了。